起码公路边想再找穷人已经很难找到了，深处肯定有啊，深处咱也找不到啊。多么热爱生活，你不能搁在车上，你搁在车，你搁在车一边。这个黄花，这山花特别漂亮，还挺飘的。你这按佛说，你这属于动念，动念就是恶，像动有这种念都是恶，知道吗？念也不能动。这兰花什么兰花？我到三幺零这是。到内蒙现在全部免门票，甘南全部景区门。咋的呢？这小杯子能在那待上半天。嗯。咱们也就是一带而过了。喂，小妞，要去哪里呀？哎呀，目的地是拉布拉多的。能加个微信吗？好哎。好嘞。喂，你好。起飞，起飞。起飞。看到好景色，虽然要停，一定要下路，到方便能停的地方。一定要远离危险，有多远，远离多远。看这有多漂亮。太漂亮了，宝哥，这个过河，这条路有一条河给淹了。靖东液化气站，小胡同挺瘦的啊，可以直接灌液化气。这是我们在甘南地区找的一个液化气站，在这可以换煤气，叫靖东液化气站，所以车友们不用担心在旅途中那个换煤气的问题。过去你到河镇，河镇你他就从这就下来了。我们在这儿过不了，这个路过不了河作是吧？就河作这个过不了，你非得走到临洮才能走，到康乐这地方能走。康乐你从康乐这地方，他这个地图没有，这是蓝眼地图，这地图没有。我们习惯换回来了，您是管取管送，是这个地方就近，服务倍儿好。嗯。还能问道，临夏嘛，临夏县城，临夏。甘南一进入甘南这个马路边，随处可以看见，就是特别精美的寺庙。还那个拍一段啊，宝哥那个讲述一下他骑自行车进藏时的感受和经历。那个进藏的时候，当时是过秦岭吧，因为第一次咱也没骑过自行车，800里秦岭风光无限嘛。结果我就到了，从西安一出，人说你有下午1点钟就能过秦岭，结果我到了下午3点多，我才到了那个秦岭山根呢。我犹豫是进是不进，后来说进吧，我骑着自行车进去了。进秦岭有几十公里吧，十几公里吧，哎，就是那山路，到了一个叫陈家什么的，忘了。上次我们路过的时候，开着车路过的时候，还到那看了看了。然后他有个小旅馆，是过去修水库的那个房子，那房子40多平啊，二楼就是个大办公室，就一个角放一张床，屋里什么都没有，但是当时便宜，可能20块钱一晚上应该是。前方经过时，结果我把自行车搬到二楼，准备躺着准备睡呢，结果呢看着窗户，那个你想那个大屋那个窗户一刮风一刮，那窗户帘子呼呼呼的，哎呀，我就算了吧，我就下楼。
然后旁边有个小旅馆，那两馆呢，就是跟那两口子住对面屋，就三间房子，对面屋是个小旅馆。我说你还有电视吗？他说有电视。我说我想看球赛，一年2014年正好是啥嘛，世界杯嘛。然后我就这么着住在他家，跟住对面屋住了一晚上。主要不是为看球赛，是为了怕内马尔。我这怕飘那个，给自己壮胆看电视。我骑自行车有意思，鼓励大家骑一次啊，有机会。有犄角，这是当地的羊。赣南，这是三棵草原上。什么品种那不太清楚、嗯、这小尾的小尾寒羊吧，小尾寒羊，给宝哥给起个名字。不有这个品种、哦、是吗？但是不知道是不是他，我不太清楚。我都怕把这小桥给压塌了。哎呀，这是放羊的卓玛。卓玛是女人是意思？这肯定是女的，你看那小鞋，嗯，高跟鞋。这是不是叫混沌啊？这天混沌啊，温差开天辟地的，早晚的温差太大了，产生这个跟云海一样，其实就是雾呗，是吧？对，就是雾，在低的叫雾，飘高的就是云。哦、这就是位置不同，名称不同。你看这格桑花的，这叫格桑花吗？啊、嗯，在我们家呢，老家呢叫扫帚梅。哦，扫帚梅，还是格桑花好听一点。云海，嗯，害得出来，连续下坡，害得出来，山头了一点点，雾气腾腾。下河县城，这招牌上已经都是这什么满文藏文啊，藏文。做这个福音好样，看看这景色啊，这就是大美，这已经是四川了。宝哥喊你。看看这景色啊，这就是甘南。哦，这不属于甘南了是吧？这里不是甘南了吗？这属于四川地界了。啊，我们到那个朗姆寺了，朗姆寺是个镇，这并没有寺庙。这旁边这条小河，把这条镇分成两半，然后我们现在在甘肃的地界，对面就是成都地界。看着啊，小的不能再小的一条小溪。其实房车旅行，逛当地菜市场也是一景。核桃应该
啊，和尚，早。逛逛当地菜市场也不错，卖什么的都有，各种蔬菜、五谷杂粮、小芹菜。这是岳麓山公园，早晨有点热闹。这离拉卜楞寺还有200公里，今天是去拉卜楞。